那么自由。他要去坐这个船，你看他在这里，这样，一只脚还跨在前面，然后抽一根烟，他在这里抽一根烟，这个是小叔。他这里有一个绳子，穿袖绳子的。然后这有一个鲨鱼在前面，然后这个，爸爸，我这边换一个水啦。这是鲨鱼的尾巴，快跑啊！快跑啊！小叔在这里抽烟。你看，最后一个啦，好可惜，这个是谁？这个是吴信义啊。不是啦。是啦。那是你的。你看。小叔抽这个烟的这个云，还有这个抽这个烟，他在这个水里面，在这个水里面，小叔在水里面做什么？小叔会游泳吗？依依会游泳吗？不会。你看有人正在画一条线呢。依依很喜欢游泳吗？我们去那个长滩岛游泳好不好？那你要叫 YouTube 给爸爸的奖金弄高一点啊，不要那么吝啬。假如排不出来了，再画一个好吗？再画一个什么？看，这个。我再画一个，你看呢？这个这样，这个肚子大大的，这个脚小小的。这是小，这是小乖。然后这个头扁扁的。这个肚子也扁扁的，他没有吃饭，这个是大乖。那你看这个头，这个是大乖，这是小乖。你看这个是爆炸了。然后小叔在这里抽烟。这个是谁啊？你看这个头发爆炸。那个是小老师吗？小叔不是爆炸的，那个是吴信义。可是这个他没有换眼睛啊。对啊，吴信义是爆炸头。你才是爆炸头啊！看他，看人家都爆炸头啊！这是小叔，这个是小屁股，小叔。你看他小叔。为什么小叔也爆炸了？你为什么给小叔画一个爆炸？哇！哇！你弄破掉了。哇！妈妈用破掉了。没关系，你就把它撕起来啊。哦，把它可以撕起来。撕去垃圾桶哦。哇！妈妈说可以撕起来。那这里还可以画。真的哎，那我们在一起。再画一个爆炸头。看哦。哇，你的印章掉了。